非常强，非常强，攻击性是跟对方主动主动对攻啊。右架，对这个，哦，这高边腿，对王腾腾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！上海队已经赢了四场了，赢了四场了，12分了。嗯，那么如果今年，今天这个单元，河南队是一个可怕的、有实力的队伍，哎，漂亮，好的，敢打就行。王腾腾非常漂亮，一个转身后摆，但是哎呦，紧接着这个孔令青不要这样，不要因为给大家示意而张开双臂，不要，跟老队员啊，跟孔令青队员千万不要大意啊，不要大意，哎，不要给对方留机会。你看李老师，这个孔令青报价多么稳啊，打得很，不能像这个。孔令青现在老张开双手不对啊，开始出击了啊，西装，对啊，刚才啊，漂亮，一个下腹。今天我们开场的表演来了很多，全是少林武校的，少林武校和武校的所以他们也就成了观众，成了加油的，加油，都是小伙子，小男孩，小女孩，嗯，大型这种功夫表演还得看塔钩啊，啊，孔令青这一轮的进攻啊，很凌厉啊，很凌厉，还有爆炸非常稳啊，还有杀伤性，啊，又是反件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小伙子，王登都敢出动了，好，有意识，品质没问题。坚持自己的意志品质啊，我能坚持，我能坚持，我没问题，我要跟你拼下去。抗击打力，小伙子不错，不错，几个重拳了，打了好几个重拳来了，哇，击腹击上啊，上下结合，漂亮。哎，孔令青是不但实力好，又得势啊，这个王。这腿给踢的前左右全紫了啊！这个孔令青带左腿带了个黑色的一个连续的做啊，双击。这孔令青打的步步紧逼啊，压迫式打法。孔令青的这个打法就是控制主动权，控制是啊，压迫一直步步为营，对，步步紧逼，没错。好，斜上勾啊，压迫对方。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对，这么一个选手，这个王登登，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啊，快没体力了，连续的重拳，还有1分多钟啊，没有体力了，这个王登登啊，小心了要。这个在这种状态，你死我活在台上，得了这么一个势啊，对，用摔法控制了一下，哎，很明显啊，这很明显，孔令青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比赛，还有13秒，啊，这几个重拳连续啊，王腾腾现在在王腾腾在场面上是被追打的一个感觉。是一个胜利，第二回合也算胜利。那么这是最后一局了，啊，对方这个成绩太可怕了。孔令青看来就是呀，没有威力。好，漂亮，好的，不错，有胆气，小伙子。哎，输分不输士气，是不是？我听老师讲的，还不错，输分不输士气。我们说王腾腾在某个角度上也是胜利了，对，因为跟对方啊，跟这么强的选手，对啊，对抗了3个回合呀，不容易。哎，看打到现在，看吧，敢对攻就最敢对攻就可以啊！好，小伙子，为双方都应该为他加油。哎，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。看来这个孔令青、孔令青想拿到这个 KO 奖不是这么容易的啊！哎，使用摔法啊，都在整体上没问题。如果是想 KO 对方，看来也没那么容易啊，也不好 KO 啊！啊，对。就说明啊，王腾腾啊，这名小运动员抗击打能力还是比较强，很好啊，挨了很多重拳啊，他很顽强，他挨了很多重膝，还对吧？啊，撂裆了，还有20多秒，概率还是比较大，没问题，那没问题，那是已经没有问题的事了。整体场上态势完全偏向于这走向是孔令青的，人到还在坚持，好的，第3回合时间到了。
场上的态势呢会也会红方向狂欢喜。经过一场